字的赞助，大概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 Thanksgiving，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动一动，跟着谢教授。那大家，谢教授左手戴的是一个表，所以我们左手右手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就交给谢教授咯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太大声了。好，各位早。早。来，我们做暖身。谢教授，可不可以把袖子再拿起来一点点？那个左手的袖子，谢谢。稍微前倾，换脚，膝盖，腰部反叉腰，换方向，
两脚再张开大一点，做个简单的马步。腰甩手，腰带手。好，肩膀。换方向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稍微蹲下来，两腿压一压。好，起来。你直接做，金鸡独立，任何一边都可以啊，金鸡独立，直接做。交换，换脚，同手同脚，跨步活动一下。
换脚。好，我们做几个蹬脚哈，做几个蹬脚。所以蹬脚呢是以脚跟攻击对方。我先开始右脚啊，右脚蹬脚，左脚站立，来，重心移左脚，屈膝。右下，左上，起，右前，左后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翻转，画，蹬，45度，旁边45度。换一只手，右脚站立，左下右上，左前右后，起，蹬，起，两手翻转，斜上方，打开，蹬脚，复习几个，待会要用到哈。手，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这个暖身事实上很随意的，没有这么的工整，它是有它一套的。以后有时间我再一点一点整套的。交给各位。一二三，敲。再讲一次哈，这个是大腿两侧的敲打，内侧从胯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小腿内侧，一、二、三，小腿外侧，大腿外侧，然后这一、二、三上来之后呢？一，然后握拳，以拳以这个 knuckle 关节哈，
敲打这个臀部两边凹陷的部分，凹陷那块，那两块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握拳，二，敲打，啊，你不要去硬敲它，要有弹性这样敲打它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二，啊，好，我们最后做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。二三，外侧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最后臀部，一，握拳，反过来，二，啊二，同样这个手呢必须要握着，这中间要有空心，这样敲就不会痛，不会痛。这个呢在冬天很有用啊，冬天特别是在外面做的话，敲打一下。会让你这个肌肉啊血液啊会稍微热火起来，蛮舒服的。 anyway， 好，这是 warm up。 那么这个月呢我们有两次上课的时间，基本上我的计划是把剩下的24次的这个动作不多了不多了分两次教完。那么今天可能要教个一二三吧，三个动作或甚至四个动作，那么下次就把剩下的这个部分教完，这样的话我们24次就正式教完。那么以后如果还有上课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复习，开始进阶，把一些更多的细节呢慢慢教给各位，慢慢让各位体会啊。不过第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整套的24次先记熟了，至少动作给记熟了，能够打得出来，才能够谈到进阶啊，进阶。现在只是稍微一样画葫芦啊，稍微这个模仿我所做的，以后慢慢会把一些细节啊，把它强化，让这个24次看起来更好看，更有力量，更松柔，更有力量啊。注意这两个词没有冲突，你要松要柔，但是同时。也要能够看出你的力量啊，看出你这个内在的力量啊。当然气的话是另外一层的讲法，我不太讲这个东西了啊。只要你放松了啊，身体能够张开来啊，大概这个力量呢就可以显现出来了啊。不要去用力啊，不要去刻意去用力。Anyway， 这个东西慢慢体会好吗？这是我。这两次，这今天跟下礼拜二上课的计划，下礼拜二基本上24次就可以结束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做一次24次啊，看各位可不可以记得到，我不含口令啊，不含口令，看各位可不可以记到我们上次教的地方。来，24次，我尽可能脚步小一点，才能够在我这个镜头的范围之内啊。先放松，把心情放松，身体放松，呼吸调顺了，呼吸缓慢下来调顺，沉肩对揉。24次，走，
停。这个，因为对于大部分来讲，二四四是第一个套路。所谓的套路呢，就是不同的基本动作的组合，啊，这是 combination 不同的组合。那不同的套路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啊。那么第一个套路我已经讲过了，最不容易记，啊，最不容易记清楚。所以我刚刚看到可能有几个人有些人还在 struggle 当中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这个你现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始终会要想到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，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，你要想到。那么你打熟之后呢，可能你要想到下面两三步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越来越往前看。那么到最后打熟之后呢，就大概就不需要去想到下一步是什么的，就很自然的了啊。当然呢，要达到那个地步要很久很久的时间。以前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多久呢？要打10000次左右，10000次，你可以算一算，一天打一次，10000次要打多久啊？Anyway， 这个一定要克服它。这个第一个套路要克服它。第一个套路学会之后呢，后面的套路就比较，其他的套路就是，不能说马上可以上手，但是至少你知道它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原理啊，基本的原则比较容易学啊。Anyway， 好，我们今天应当会有时间再打第二次。我先进行下面一步的这个动作啊，那么从下士独立，就是下士接金鸡独立之后，第二个金鸡独立应当是右脚站，左脚抬起来。好，我先面对各位啊，应当是这个方向，照理说应当是这个方向啊。那么我先面对各位，我们上次稍微讲到一半。讲到一个下面一个动作，金鸡独立，
下面接这个玉女穿梭，所谓的玉女穿梭，太空梭的梭啊。一，身体下沉，身体下沉。一，左脚脚跟45度前面画出去小半步，两手抱球，右下左上，收后脚。那么这时候最好是面对左前方大约30度到45度的位置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转啊，身体才能够转。然后呢，收回的右脚再往右前方跨出去，啊，始终要注意到待会要转过来，所以说你这个两只脚要 make sure 转回来之后会有一个肩膀的宽度，因为这要变成弓步，这两只脚要变成弓步。前弓后箭啊，前弓后箭步过来之后，右前方跨出去，就稍稍在左脚旁边一点，但是 是朝着右前方啊45度。然后呢，同时两个手转这个球，怎么转呢？不是平转啊，这样子转。这样子给它转过来，这样子转过来，啊，让这个左手能够下来，右手能够上去。左手上，左手下，右手上，啊，差不多的时候，大约这个位置，我只能说大约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右手翻转，斜挡，斜上方挡出去，右手翻转。斜的左手从这个位置，我喜欢是在腰部的位置，有人稍微高一点，有人稍微低一点，没关系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右左手推出去，同时呢重心移右脚，变成弓步，左手推，右手挡，啊，左手推，右手挡，啊，再看一次哈。金鸡独立，转45度，30度45度，左脚跨出去，两手抱球，左下左上右下，重心前移，后脚右脚跟上来，然后右脚斜跨出去，右边45度，同时球这样子转。立体这样子立着转，立着转，差不多到了这个位置，开始重心前移，右手翻倒，左手推，往对方的胸部推，左手推，啊，这个手呢，右手呢，大约在这个右额头斜上方一点，15公分左右。手要稍稍翻转，从这边上来之后呢，要翻转上挡，就是别人打过来，别人这样打下来，别人打下来之后呢，你把它翻转挡到，挡到，好，左手同时推。所以说这个完成式的时候呢，应当是这么一个姿势，两只脚是弓步，左手推，右手斜挡。斜上方挡出去，啊，不要离太远，要这个是右手不要离太远，收回来一点，收回来一点哈，额上方15公分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推，那么你面对的方向应当是右边的45度，45度，30度到45度之间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玉女穿梭，总共有两个，这是右边的。待会要做左边的玉女穿梭，方向相反，道理相同，但是需要一个转接的过程啊。来，再来一次哈。第二个金鸡独立，一
二、三、三，这样转，这样转下来，四、四、四，啊，这三个四要一起，这三个四要一起。这边要一个挡的动作，你不要变成两个动作推出去的动作，这是下上挡啊，这个推，对吧？这边要看出是个挡的动作，左手要看出是一个推的动作，啊，不要变成两个一起推啊，就不太好看了，不是不对了，打架没什么道理了哈，怎么打都可以，但是这是二十四的要求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先做个经济独立，一、二，可以点地啊，三、三、四、四、四。嗯，这个不太习惯啊，你还是看得出来是两只手这样子推的，啊，不是的，我这边想的是一个挡，挡对方，是个斜上方挡，这边是推，啊，这两个动作要分开来，要分开来，好，再来哈。一，斜方四十五度，左前方四十五度。二，三，四，重心后移左脚，双手打开来，我们右脚可以脚跟脚尖抬起来。变成一个这么一个动作，再回到右脚，重心再回右脚，双手抱球，这个时候收左脚，这个时候是左下右上，左脚左前方四十五度，现在这个球这样子旋，左手上。右手下，斜挡，推，左弓步，啊，左右弓步是以前脚为准，现在是左脚在前，左弓步，啊，这是另外一边的所谓的玉女传说，推的这个手呢，要推的直直的，收回来一点，要还是要弯曲，有点曲度，哎，对。有点曲度，那么这个左手呢，在左额的斜上方，差不多十五公分，稍稍翻转，手心稍稍朝上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稍稍翻转朝上，还有一个这样挡，捻转的动作挡出去。好，这是另外一边的所谓的玉女传说，来，第一个玉女传说。现在你应当是朝向右前方，你的右前方四十五度，好，一起做好了，要不然搞不清楚了，轻松一点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、四。所以说是右前方，所以说是右前方四十五度，重心后移，双手架开，这是一个转接，这只是一个转接而已。同时右脚脚尖可以抬起来一点，好，继续重心回到右脚，
双手抱球，收左脚，左下右上，左下右上。啊，就是类同刚刚的四，第四个动作，四，啊，对不起，三。三，类同刚刚的三，但是现在是左脚在前，斜前方45度。四，四，四。你现在打出去的方向是左边的45度，左边45度啊。所以你看，右边的与你穿梭，架开来，重心一个转换，重心现在多半在左脚。再回右脚，收左脚，旋，四，好，下面是弓步，前弓后箭，左脚在前，左上方挡，左手，右手推，胸前推出去，好，变成一个弓步玉女穿梭，弓步的玉女穿梭。OK， 啊，上次因为我们讲了一半，所以说现在印象应当比较深一点哈、啊。好，玉女穿梭下面接一个叫做海底针，海的底下哈，个针，海底针，一样，先 more or less 面对各位，第二个玉女穿梭。收右脚半步，一，同时右手翻转变成手刀，手刀向下，这边叫做手刀，啊，你的掌这个地方叫手刀，啊，像切菜一样，啊，手刀向下，重心前移，右脚跟半步，右手。变成手刀，身体可以微微前倾，微微前倾，然后重心后坐到右脚，右手往下画，转，提，右手现在变成差不多在 cheek 或者耳朵的旁边。不要太硬啊，松松的，还是手刀向下，松松的，同时左手呢往下挡，挡到这里，左手往下挡，二，还要再往后，三，一，二，三。斜插下去，从这个地方斜插下去45度，啊，45度，这个啊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要等会儿，我会两边都做啊，不同的方向显给做给我看。先看前面，先看前面。第二个玉女穿梭，啊，对不起，第二个玉女穿梭，一，啊，我做的夸张一点，这个手转过来，变成手刀向下，后脚跟半步，二。二，这个最好呢，你跟半步之后，当你往后坐的时候，这个右脚往内旋一点会比较舒服，往内旋进来，稍微形成一个真正的45度角，会舒服一些。你如果不动的话，会比较紧啊。转过来，你看，转过来，同时腰转过来，身体腰转过来，一。身体稍微前倾，二，
三三三，同时这个身体呢要凹折，这不是直接向上的，这边不强调，这边不讲这个身体要正要直，要稍微弯一点，要稍微弯一点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样子给各位看，第二个例分说，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三，重心还是多半在右脚，但是身体有个凹折，整个腰转，整个腰凹，不要只是背，不要只是背在这里凹下去，整个腰往前，整个腰往前躺下去，45度斜插。我这时候重心在右脚，左脚呢脚跟是悬的，脚跟是左脚是虚脚，脚跟是悬的啊。这个方向再做一次，慢慢跟好，慢慢跟。这边的45度，一，右脚跟半步。二，左手下打，右手拉上来。好，三分三动，一调整，左脚调整，二左手搂过来，沿着膝盖范围搂过来，三斜插，右手斜插下去，身体凹折。不要熬太多，这很累的，相当累的动作，我已经出汗了啊。这叫做这个动作叫做海底针啊，前面动作叫做玉女穿梭，这叫海底针。好，刚刚有要求背部啊。第二个玉女穿梭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一个动作啊，这是一个动作。你要讲这个话，这是插嘛，往斜下方插过去。那么一个重点哈，就是这个右手怎么样把它拉到这个右 cheek 右脸颊的旁边，有点像这个火车轮啊，这样子下来，一个弧形下来，弧形下来，啊，不要直接收回来，往下切再提上来，切再提上来 ，OK。这边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海底针啊，身体不要太弯，不要太弯，还是要稍挺直，但是身体要凹折。这是你的脚，这是你的手，差不多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不要是正的，要弯下去。好，快往下边。今天最后一个动作，扇通背，或者有时候称为闪通背，闪，第一个闪，通背。闪通背很简单，穿梭之后或者海底针之后，一、二，啊，就是二，只有两个分解动作，从海底针配收脚，收多脚，
啊，这跟我们刚刚这个穿梭有点不太相同。穿梭的时候，这只手或者这只手，它推的时候是真正的推，真正的推。那么闪通面的这个手，前面这个手不会这么正，它是手侧面朝前，有点推的意思，不是完完全全是有点挡的意思，不是完完全全是推的意思。动作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这边做，一，左手指尖稍稍轻触这个位置，大概手背的一半的位置，这边有个穴位啊。二，完成，这叫闪通背，很简单。跟我们刚刚这个玉女穿梭很类似，但是手的动作稍微不太相同。玉女穿梭呢，真的是在推，比较强的这个推的感觉。闪通背呢，比较强的是一种挡的感觉，前面挡，上面挡，啊，这时候呢，身体会稍稍有点向旁边弯，没有关系，不用很刻意的把它转回来。这个通子通背，扇子的扇啊，闪通背，闪避的闪，闪通背。好，所以说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从玉女穿梭两边到海底针到闪通背。好，我们这一部分很快复习一下，马上我们把二次是从头打到闪通背，闪通背完了之后就剩下一二。三四，如果不包括收拾的话，剩下三个动作，啊，我们下次就可以讲完了。后面动作比较没那么复杂了，可以这样讲啊。面对各位啊，面对各位，第二个，金鸡独立，一。二，一挡一推，玉女穿梭。重心左移，两肘架开来，收左脚抱球，左前方的玉女穿梭。海底针一个动作，一。二，手腕放松。三，闪通背。一，大概在肩膀高度就可以了，提到肩膀高度，然后出左脚，右手翻挡，左手。前面挡出去，好，这叫闪通背，就是闪通背。好，从这边提上来，啊，很简单，提上来。Okay, 你可以用左手的指尖帮助右手提上来，有点往上推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往上推的味道。左手推右手，不推也没关系啊。上来，闪通背，闪通背或者闪通背 ，OK， 我知道很多人很害羞啊，这个video 没有打开，这样我就看不到你们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把这个 video 现在打开，我待会转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各位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现在呢还有几分钟时间，我们把二十四式从头再打一次，打到这个闪通背。那么今天教的呢，稍微比较复杂的动作就是海底针，这个动作要做好看不容易，特别是他要求这个身体要凹折，同时重心在后头，而不是在前头，这个比较难做一点。其他两个动作呢，前面玉女穿梭跟后面的闪通背
都相对容易啊，相对容易。好，最后几分钟，我们把二十日再从头。有人要求这个喊名称啊，啊，我这样啊，一面做一面把名称喊出来。二十四日，先把呼吸调顺调匀了。揉吸腰部，一、二。按转身，同理几按，右横，鱼，几，
爱，勾手，干爹，云手。右蹬脚下挡，擦，翻转，斜前方45度，右前方45度，双峰换耳，右前方45度。蹬脚，右脚内扣135度，左前方蹬脚，左下四，勾手，下四，金鸡独立。左金鸡独立，左脚在地上，右脚轻轻放下来，两脚旋转，右下四，右金鸡独立，好，退后一步。运你穿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开，抱球，运你穿梭。海底针，一、二、三，闪通背，一、二，停。5分钟了啊，那么下一次确定可以把它教完，各位加紧练习一下。那么至于说最后一句话，这个姿势呢可高可低，比如说我做仰马分钟，你可以这么高，你可以稍微低一点，这可纯粹看各位自己的选择。刚开始的时候不建议太高，不建议太低，大概中等位置就可以了啊，太高就没什么大意思就是了，稍微低一点点。再低一点点，我是因为这个范围的限制，我没办法做得很低啊，大概意识到意识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问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课给结束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教授，今天大家都做得很棒 ，Lynn 跟 Cathy 都看到你们很棒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谢谢老师。
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 chat， 可以写 chat。连续动作能告知动作啊，刚刚最好是不讲动作啊，自己慢慢体会，慢慢去记，这样子心能够静下来，气能够静下来。像我这样讲的话，一面讲一面做就会有点喘气啊。事实上不应当如此。我 anyway 刚开始可以这个样子，我们就把这个喊口令的这个习惯把它改过来。事实上音乐都可以不要啊，就是纯粹是看着听这个自然的声音，然后你打拳，自己掌握自己的进度。或有人喜欢音乐，因为音乐有节拍，可以跟得比较清楚一点啊。音乐如果快的话，快一点打快一点；音乐如果像这么慢的话，可以打得慢一点，比较能够掌握啊。Anyway， 谢谢。慢慢练习，好，慢慢练习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谢谢教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谢谢 Amanda， 对，拜拜见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